东汉遭突逼，东汉末年，张角自号大贤良师，率领太平道信众头戴黄金，兴兵反汉，一时震动京师。东汉朝廷为此广招义军，各路英杰兴兵响应，袁绍、董卓、刘备、曹操能人辈出，为日后群雄割据的三国时代揭开序幕。初平元年，董卓把持朝政，暴乱洛阳，激起关东各地郡守与刺史起兵声讨，共推袁绍为盟主，视为反董卓联合。董卓携献帝迁都长安，火烧洛阳，遣吕布诸将统领大军，力抗联合军事。关东联军各怀异心，无不想借此壮大己身，在暗潮汹涌、尔虞我诈的诡谲战局中获取优势。董卓讨伐战后，各方争夺中原，难分轩轾。曹操携献帝于许昌，刘表拥荆州，孙策据江东，袁术于寿春称帝，凉州有马腾，袁绍得河北，各方军事互不相让，中原局势扑朔迷离，谁将称雄未能知晓。曹操携天子于许昌，拥偃、豫、徐，袁绍拜公孙瓒等诸侯，雄踞青、冀、幽、并，尽有河北之地，一山难容二虎，双方剑拔弩张。袁绍意欲南向以争天下，率大军进攻曹操，其他诸侯则蠢蠢欲动，寄望在两强相争下竞夺其血肉，坐收渔翁之利。官渡战后，曹操尽收中原诸邦，一统天下在望。曹操为此挥军南下，刘备遣诸葛亮往江东游说孙权，促孙刘势力同盟。诸葛亮与周瑜携手，计划于长江赤壁迎击曹操百万雄兵。孙刘存亡，曹操霸业在此一役。刘备拜刘璋，获取益州属地，意图问鼎中原。孙权立足江东，意图西进，收回荆州。曹操拜马超，得凉州、雍州，更欲挥兵直取汉中。三国势力虽大略抵定，却未平静，三方抗衡决力，战火一触即发。程复司马昭灭蜀大功，司马炎篡位立晋，随即施策增强国力，发展生产，尽收中原诸邦，一统天下在望，能否偏安一隅，以守待变？且看谁家旌旗终能扬武天下。未知的年代，武林巾帼，天下大事不由男儿主掌，三国女杰纷纷揭竿起义，一时间江山万里皆入女子掌握，群凤之战余烟展开。茫茫乱世道临，烽火四起，妖星掠空，天垂异象，自不同的年代，三国豪杰跨越时空齐聚一堂，各凭文韬武略，领千军万马争夺天下霸主之位。且看三国群英浴血千里，谱写神州大地崭新传奇。有关到东汉末年，霸业王土欲争天。东
东汉。